I love you。阿老板，你马上为观众打。我俾人哋逼我去打俾你，人哋逼我打俾你，同你讲我爱你。很有效率。你敢不敢跟你的爸爸妈妈说我爱你呢？如果真的是现场我们找朋友来做挑战的话，你说他们会被扣回家里呢？现在马上去做做看。你是那种会现场可以扣回去跟家人说我爱你的人吗？可以。为什么不敢？少会讲 I love you。我这个要看他们心情哦，心情好的时候就不严肃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很严肃。那大部分时间呢是心情好还是心情不好？啊，不太好。就我们家平时不会是特别就是直接表达出爱意的啦。Ernest， 所以你平时是敢还是不敢 call 妈妈？敢。平时就是那一种很爱塞内会跟妈妈讲我爱你的人，是不是？算是。有那个必要讲，所以就会讲。很少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你本来就比较害羞，还是爸爸本来就比较严肃？比较害羞。语言上面可能不会，但是举止上面会。爸爸呢？爸爸是一个会常说我爱你的人吗？有，我都经常说宝贝我爱你。真的哦，爸爸有做？有。那你为什么害羞？因为我平时对孩子很严，虽然说我爱你，但是我要怎么样？这段时间是有跟他们一些争执，这个活动就是会要熬夜回家这样子啊，所以他们会比较担心一点啦。然后我觉得用这个三个字来去圆掉，我觉得是蛮不错的。不是因为爱的关系啦，我们要不要试一次？哇，你觉得今天星期六谁的心情比较好？哇，还能女生压力哦。Hello。Hello。Hello。你喺度做咩？做紧工啊，做紧工啊。我俾人哋逼我去打俾你，人哋逼我打俾你，同你讲我爱你。可以吧？那我有一个东西要跟你讲。I love you。快过来跟你讲我爱你，然后多多照顾你的身体。我爱你，撒冷气哦，我爱你。Love you so much. 阿老板，你马上为观众打。OK, 拜拜。I love you. 马吉，你听我讲啊，爱你哦。爸，I love you. 在山阿高木，我爱你。OK。很有效率。那你突然间收到儿子这个电话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你有希望说每一天接到儿子讲我爱你吗？ OK 耶，要讲啊。这样你从此之后会靠妈妈讲我爱你吗？如果得空给了。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，你现在感觉怎样？不知道。有没有觉得很简单？下次可以每次这样子靠过去给妈妈？应该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妈妈也只是讲你手罗罢了。就不习惯。妈妈我爱你。I love you。